有个叫怪鼠博士的家伙操纵怪兽扰乱城市，为了保护城市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特训变强。可是妈妈却只知道让我写作业，我们大吵了一架。就在这时，猩猩怪出现了，制造了混乱。我究竟能否战胜猩猩怪，又能否跟妈妈和解呢？我是阿乌，跟我一起守护城市吧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